若我灵魂竟被劫取，死与生之绝非空，纵然撇下孤儿寡妇，不必看安孤寂深宫。当我们的姊妹继续在弹琴的时候，我要对每一位正在听到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以后你可能也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说，虽然我们不是实体聚会，我可以邀请你到台前来，邀请你举手，邀请你捐躯，但是我今天呢，还是有感动向你发出邀请。当刚才我们听了这些信息，看见斯蒂芬的见证，看见斯蒂芬是如何成为一个被圣灵信心充满的人，被智慧能力所充满的人，然后他持续的被圣灵充满，以至于在圣灵充满的生命里走进了他人生的辉煌，就是为主殉道。今天这个时代啊，也需要斯蒂芬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圣徒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如果愿意，你可以坐着，也可以站着，你也可以像斯蒂芬那样跪着，对主说：“你说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在这个时代成为斯蒂芬这样的圣徒，这样的见证人。”来见证你，宣讲你，跟随你，荣耀你。弟兄姊妹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教会里边都是斯蒂芬这样的圣徒，我们的教会该进入如何伟大的复兴啊！如果你今天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觉知，我建议你把它记下来，写上我今天在主面前立志做一个斯蒂芬这样的圣徒，为主所用。写上今天的时间，让这个立志成为你的提醒。我盼望你做这件事。我们唱第五到八节，前途荆棘丛丛，乌云密布，不安无光，释迦道路越走越难，迈步前进莫惊慌，四顾迷流离困苦，有谁同情，有谁怜，灵魂失丧，日益万计，身家荒凉，到何年，愿主接我，怜我，用我，余下光阴生命线，尽心竭力讨主喜悦，直到站在但愿这事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感谢主。
我们的主是历史的主，也是末后时代的主，而正是这位从永远到永远的主，把他的教会摆在了末后世代的舞台上，叫他在艰难中被建造，好成为主圣洁的心腹。请记住弟兄姊妹，在永世里真正存留下来的，不是权势，不是金钱，不是任何其他的宗教行为或者力量，唯有主的真教会才能够存留。教会之外没有人可以得救的。所以我们建造教会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真正存留下来的唯有主的真教会，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的也唯有那些有基督生命、有十字架印记的人。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，我们靠主可以胜过死亡，胜过罪恶，并可以把这样一个得胜死亡的福音传给世人。很多的哈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就是无神论的，刚才看着这个该隐的，他的这个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他自己干的坏事，他怕人家也干在他的身上啊。然后他这种离开上帝，这种没有根、没有归属感，这种飘流离飘荡，其实这就是现在的大多数抑郁症等各种各样心理精神问题的根本。OK， 所以呢，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辅导群，我教公开课的目的，其实就是建造你们，希望你们都认真听。教你们用圣经真理来辅导自己的思想，分析自己的思想，分析自己的感觉，引导自己的思想，引导自己的感觉，然后能够回归到上帝面前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生命神学院的开学典礼。生命神学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它是一个特征，就是知识和灵性两条腿走路。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两个方面，不单是知识上受到很好的装备，在灵性上也受到很好的喂养。有了知识的装备和灵性的喂养，就像鹰有两只翅膀一样，你可以很有力的飞翔。